按照要频道。还叫我不知道。你们都哪时候在开车？啊？哪时候都没空。我真的是没空。啊？我以后可能会没空，今天还是最后一次拍，接下来要等到十二月。为什么十二月？跨年啊。你只是拍车而已，拍完就回家。对，跨年。哦，没想死。那你明明就有。大平米，大平米。刚刚的平米屁事啊！可能被我发现了。哎，奇怪，那天就有那个声音，然后今天就没有。哪一个？之前不是大。新北同好那个跑大水淡水线直接，你说直通啊？是吧？六月那时候，六月太吵啊！被附近居民抗议的要死。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那高运量列车？为什么那为什么淡水线那个列车跑这么有声音，然后这里就没有？这是25公里，正常跑是70公里。被居民给标死。终点站北投，转乘淡水新一线新快等站快车。北投 station, the terminal station, transfer station for the red line. 九标站到达。All that is in line, 家里公共管家。总点站淡田 ，A 侧汤水新一线，抢行混杂慢车。終点北投駅です。左侧开门。你要天怎样？你刚来得及吗？可以吧。拍他离开。我懂事业感。不会啊，不会拍到。我这是往车子这边拍的。啊，那好刺激哦！有。那这个，你们都走一位。自动驾驶。啊，如果手动驾驶，哪个灯会亮？红灯，最上面那一颗。哦。那我们手动驾驶。我们走过去。啊，那好刺激哦！手动驾驶。现在都是停放中心在驾驶的。那以前都是手动驾驶？没有。开通以来，一律都是停放中心在开的。从 BR 那一次开始都是停控中心。那 BR 可以用手动驾驶吗？可以啊。